我们去超市了。大家好，我是二丫。大家好，我是西西。大家好，我是涵涵。嗯，今天婆婆和大姐要来呢，我们先去超市买点水果，家里水果也没有了，买点水果，然后提前准备好。买一个风车糖。啊，买个风车糖，做好了呗。做好了。走了啊。位置好了。出发。出发。到超市了啊。慢点啊，请规范佩戴口罩，扫场所码，出示健康码。这边，这边。没人火龙果吧？那么大个棒棒糖是不是啊？对，还有一个水杯。嗯，水杯。还有铅笔，还有杯。买了一块西瓜。走吧，姐姐在门口呢。吃不吃它呀？白水鸭怎么样？哎，错了，这白水不吃它呀，这是假的。嗯，这是毛绒玩具。啊，它是玩具，这是玩具，这是皮筋。妈妈，奶奶给姑姑倒了呗？没有哩，咱先倒，倒那等个奶奶给姑姑摘呗。摘了。我看了戏，躺着睡会儿吧，一会儿到了妈可叫你。不，这不哎，姐那个姑姑哩真能睡呀。到了我叫你，莫累睡吧。嗯。现在已经到了火车站了啊，嗯，大姐给我发的信息是4:20她到，现在是3:48还不到。4点呢，那车里边待会儿吧。对，外边挺热的，4点咱再下去。对，现在是48。在这里走，再等会儿年吧，是不是？对，那出站口就在这儿，给车冲个嘞。啊，对。挺紧。对。再稍等会儿，我再下去吧。行，西西，你看都没有睡，你说你睡会儿哈。激动嘞啊！我叫叫姑姑嘞。啊，叫叫姑姑嘞。你那个姑一来都看见咱俩了，是不是？是这趟车呗。你别傻，现在28了。俺没有人了。俺没有人了，好不好？来了。看不清。里头还有一辆，没人了。
嫂子，哎，哎，爷之前还以为把你俩丢了呢，等着。反应慢是吧？我提，我是提着吧，提着吧，我拉着吧，就在那块儿呢。直接，直接。叫奶奶，叫奶奶，叫了，叫了。走。看着太高了啊！高了，是吧？快点，快点。这两天天气热，热了，今天也是热。但是比咱那边凉快点，是吧？嗯。